睇片之前记得点赞、分享、订阅，揿埋隔篱个钟仔，几时有新片就可以即刻睇到。距离杀科得翻两个月左右时间，谷草赛事水准就有啲跌窝喎，所以近四次日都有唔少泥转谷嘅马揾到食。上个礼拜三，虫草之王、美丽缘分同埋黄脚立都系转场即胜，今期又有呢一类马等住发围。徐宇石马房嘅中华叻叻赢过三场，分别系泥地同埋谷草一六五零米。中华叻叻季初赢完之后连输十场，包括上场喺泥地一六五零米跑第十一名。隻马跌到嚟香港之后最低嘅34分，绝对有反弹嘅条件。伟达马房嘅飞跃海船季初赢谷草1000米开户，跟住五场都跑到二三四名各一次。上场泥地1200米早段落后，拉屎追翻个第八，输4.5马位。今次回师谷草1200米，又到出击时候啦。9秒9嚟到香港头两季都唔识赢，呢隻拍卖马今季就劲到你唔信啦。喺五班谷草1200米执咗3win，上到四班四次上阵都攞到一亚两季，包括上次喺泥地1200米都跑第三。今次回师野马路程用埋何泽尧就更加有把握啦。今季8次谷草 B 栏赛事，沈泽成系唯一嘅长胜将军。上次4月10号更加连中3元，兼成为练马师王。礼拜三，沈泽成继续派强阵，希望延续呢一个佳绩。川河洞区赢完四班谷草1200米开户，上翻三班都再赢一场，而亚军颜色大王再出现保中啊！赛事水准扫晒俾你睇，今次用翻中翼礼减三磅，有力完成3连胜。勇创派对前季赢过两场谷草1200米，只马上季开始低沉，今季8次上阵只系攞到1个第二。勇创派对转咗去沈泽成马房，新创训练之下有翻朝气，最近赢咗从化集。睇下可唔可以即刻散招牌啦。黄志云谷草3连胜，两度起马兼且做过2次骑师王，手风啊顺过顺风车啊。睇返黄志云近匹谷箭头马，4次系外线坐骑，证明都多咗练马师撑佢。黄志云礼拜三继续得到外线支持，叶楚河马房精益大师上季跑5场，全部都系双位数名次，今季啊逐渐纳入正轨，近3场攞到1冠1季同埋1个第五。今次换黄志云减7磅，轻飘飘，随时放翻嚟。丁冠豪嘅飞马将军上季赢谷草1800米，今季同场都跑过2次第三。上场谷草1650米挞唔起前冲，今次跑翻谷草1800米，换黄志云随时放出彩虹。卢伟杰同潘顿就比较少携手出战，双方合作最成功路程是谷草1650米，5战攞到1冠3季同埋1个第六，争金夺冠。上场希威森44倍跑第三，今次得到潘顿重视，睇嚟有机会夜马开斋啦。今期继续有马缺货，告东尼马房八骏少星因为腹绞痛，在3月24日至3月29日停了6日。另外贺儿马房的特工就由2月18日至2月20日停了3日，又看看他们今次表现会怎样。